Excuse me， 梁靖川叫人研发渐冻症的 virus， 是有啥无对？我听讲受害者不止一个人。刚刚是人话 biological weapon， 世界已经有够乱啊！用台语和流利英文交错访问，八点档首度出现国际媒体记者，知名双语新闻 Pocket 主持人百灵果客串演出，让观众耳目一新。国际记者会目的不就是要亲情召唤啊？梁靖川 is he gonna show up？ Is the hospital ready？ The daughter is dying。我 need an answer right now。你竟然做爸爸！出来领罪。百灵果一搭一唱，超犀利提问，卖力演出，让对戏的演员们亮哲和明杰也逼出潜藏的英语力。面对百灵果超有张力的演出，对新会和林泽熙而言是演技大考验。他们作为喜剧演员的功力是满点的啦，这是确实。真的对，肥死。我看他们的脸哦，我刚刚我的嘴角快要渗血，你知道吗？在咬我的舌头，你知道吗？准时守在电视机前，看到自己出现 ，Ken 开心的狂叫。百灵果首度加入八点档，引起热烈回响。连金曲歌手阿豹、创作歌手陈零九以及学霸网红阿迪、主持人黄豪平都争相留言，想来报名客串演出。表情都很入戏耶。对，超瞬间跟电视上完全感觉是不一样，就是现在对。演员就只有满满的 respect。没错，百灵果是台剧忠实粉丝，会天天追剧。这次圆梦亲临现场，对演员精湛演技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三立新闻黄一晨、张启云台北采。